赵玉东先生呢，曾经获得台湾清华大学咨询工程硕士学位和美国马里兰大学公园校区通讯工程硕士学位，参与了我们国内外多场的视频相关研讨会，也是非常知名的。下面我们有请赵玉东先生我们演讲。哎，各位大家早，那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就在这边跟大家见面哈。那刚刚有抽奖，如果没有抽中的朋友也没有关系，因为呢，今天我也帮大家准备了一些嘛还算不错的礼物来分享给大家。那待会呢，我在其实我们交流的过程中呢，也会跟大家讨论一些，就大家互动了哈。那如果你有举手的话，哎，我们就有今天这个奖品啊，一个小礼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不好意思，因为我们这边没有美女哈，也没有一些，其实我不是很专业的哈。那今天主要是跟刚刚向老师有提到，就是说正好用这个机会，像所谓的这些微博啦，这些什么很多像网络上的资讯，我想这个都是现在大家最常在分享啊，在给比如说这些不管是影片啊、照片啊，分享给你好朋友的一个最常用的方式。那台湾呢有一个最新的名词，也不算新了，叫低头族。我想现在其实在场有蛮多人，大家就是忙着在看自己的手机啊，在跟朋友间上传的一些影片。那今天呢，其实我们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在这个网络啊这么蓬勃发展时代，事实上这个影音工业呢也跟以往有很大的不同啊。像第一场苏老师他有提到那么大的一些制片啊，事实上那个离我们一般人还蛮遥远的。那今天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些比较随手可得、跟大家更相关的哈。那首先呢，我们可以来看一段影片。那这个影片呢，是我一个在澳门的朋友，事实上他就是那种 SOHO 主，那平常会帮大家拍一些一些婚姻或者朋友一些聚会。各位可以看一下哈。那待会第一个问题呢，就在影片中，有答对的呢，我们就有奖品。好，那请各位看一下影片。That this is so right for you. I see you and Scotty together and recognize all the important things in a relationship: respect, love, trust, and fun. I've said this before and I'll say it again. I love hanging out with you as a couple. I love seeing you two together, the dynamic, the banter. Whoa! Thank you.
choice, and I promise that I will keep choosing you again and again. I vow to be a loyal supporter of the Southland Stags, except for when they play ball, and through the pressures of the present and uncertainty of what lies ahead, I promise to love you selflessly, graciously, and devotedly. These things I pledge to you today.
像您今天用像单反啊，甚至像您的 iPhone 啊等等之类的，您都可以去拍出一系列很好的一些好的电影哈、啊，去跟你的这些亲朋好友给他分享。那最重要的一点，这样的价位是各位像一般你我大致可以接受，你不要像说像那种所谓的4K 的一些哦，那还蛮专业的，那事实上它的售价有到15000块到25000美金哦以上，那还不是我们一般人都接受的。但像各位现在口袋就拿出来的 iPhone 啊，或者像你在做用的这些单眼，它就可以拍出一些已经很好的一些影片，那包括它可以适用在一些很多广告啊、商业用途上。那这张表就是让各位知道说，事实上这些相机大厂他们都非常的看重这一块市场，因为在过去各位想看，相机除了拍照啊、哦，它就是单纯相机；那手机除了讲电话啊、哦，它就是单独就是手机。但是今天呢，我想你可以看到为什么手机它也可以拍电影啊，为什么相机它也可以拍一些影片啊、哦？那这个就是因为事实上各位在想一个问题，像现在很多平板电脑的推出，像 iPad 啊 ，Google 也推出 Pad。Microsoft 也推出，那事实上他们东西坦白讲卖的售价都不高，那他们在瞄准的是什么？事实上就是背后唱片的这一块市场。那谁可以制作这些数位内容的、哦、也许是专业的出版社，但是更重要的就是像在座的你我、哦、你各位来自各种不同的领域，事实上有很多东西是可以分享给你，你有你专业上你人生上的经历、哦、你可以借由这样一个分享的机制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甚至透过网络的传递呢传递到跨国界，那这就是呢，事实上是苹果还有很多厂商他们现在在做这个事情。那下面呢，就跟各位大概简单的讲一下，好、哦，也许很多人开店这是个非常非常复杂的。那像我们这样一般使用者，今天就跟各位简单讲说，那怎么样呢？它是一个正确的这个概念。好、哦，那苏老师也在后面就会讲说话比较多的。那第一点呢，当然就像我们前面讲到了，你要去构思这一段片哦，你说像刚才的这个婚礼。您大概要怎么拍摄？你总是要一些 idea 哦，比如说哪些场景啊是你要去取景啊。那再来呢，就是所谓的前期制作，比如说啊，你哪些朋友来方面？最近微博上也流行一段影片，我比较有看过，就是一个一个外国人啊，他请好多大概整个社区的朋友出来帮忙他求婚，大概动员了社区里面大概接近200人，大家都出来跳舞讲话。那事实上呢，就像前期制作安排，把整个焦点想好。再来呢，所谓的中期制作啊，比如说今天呢，不管您是用像 iPhone 啦、啊，或者像 5D Two 啊等等之类，像佳能一些产品，它都可以，它只是一个工具啊，各位知道，这只是一个工具，最重要的啊，还是大家都讲，就是相机后面的那个脑袋，你怎么去构思这层场景，你怎么去做，这是最重要的啊。那像现在呢，相机的拍出来，事实上这边有蛮重要的观念，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事实上呢，并不是说我拍出来啊，我就直接把丢到 Final Cut Pro 啊去做编辑，因为呢。目前他们拍出来的影片呢，大部分都是一个24:9的模式哈、哦。那它是用所谓的 GOP， 那什么是 GOP？ 大概想简单的跟各位讲一下，为什么它不适合直接把丢到 Final Cut Pro？ 好，下面这张图跟各位讲一下。因为呢，事实上你看到我们现在学的网络，就是说它所吸的流量会越来越少哈、哦。所以呢，它跟各位讲，就是说一段电影事实上就是有很多照片去把它组成在一起啊、哦。那它为了节省它一些频宽啊、容量等等之类的。它可能不见得每一张画每一张 picture 都会记录到所有的资讯。比如说，举个例子，有来自比如说像这张图好了，有船、有海、都有太阳在飞啊。第二个问题，跟各位问一下，各位觉得这三个动机里面哪个东西会动得最快？来，请举手。这三个，我这个很简单吧？这个右手，哎，这位小姐来，是您答对了，您要现在哪个奖品？是，所以你可以看到。坦白讲，像你录影录了半天呢，也许那个太阳根本连动都不动。那事实上呢，谢谢你，它也不需要花多太多的资讯去记录这些没有必要的资讯。所以呢，所谓的 GOP 呢，就是说它会把一些比较必要的资讯记录下，那再借由一些推算的方式呢，去还原每一张照片，哦，会还原每一段影片。那这个时候呢，各位就可以想象哦，如果我把这样的一个模式，哦，我直接把它丢到流向 Final Cut Pro 里面去做编辑，那各位看到事实上呢？很多里面它并没有全部的资讯，那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会造成你系统，比如说我要做一些特效啊，做一些后置，它非常繁复的运算，因为呢，系统必须帮你把每一张照片都帮你推算回来，那就会造成很多人会说，哎，这个影片档案看起来明明不大，那为什么的 CPU， 比如说我系统上的 CPU 为什么会跑的 loading 会这么重？因为很大一部分它都在做这些运算。所以这个并不是一个正确的做法，虽然你也可以这样做，但是这并不是一个正确的做法。那该怎么做呢？一般来讲，比如说像在座，我想各位最不最多，大家就像苹果的一些像 Final Cut Pro 啦，
正确的做法呢，你应该是要把它转成苹果的那个 Run Off 的 Police 哦，这个模式哦。那当然啦、啊，各位也许就会有问题哦，啊，第三个问题，原来呢我的档案只有5 MB 哦，比如说假设这么多，那为什么呢？我转档完之后，反而档案都变大了，这样对吗？各位的概念应该是，哎、欸，我没有转档前原始档案应该是最大的，然后压缩档会变小，怎么反而转档完变大了呢？哎、啊，这个问题稍微不断，不过答案就在影片里。就在这个画面，有没有听到？第三个礼物，来，请说，谁先？是那个针对压缩，就是其实你的大方向就是，各位看到，刚才呢，我们录出来的影片呢，中间有很多空白的部分，所以你转档完之后呢，它帮你把这些都复原回去嘛。比如说太阳应该出现在哪张？啊，不好意思，先讲。太阳应该出现在每张图片里，它就把你还原到每张图片里面去。那这样子呢，系统它这里就不需要再去重复做这些运算了。所以呢，这个概念很重要，它就可以大大减少你之后系统在运作的一些时间。Okay. 那第二个概念啊、哦，这个也不好意思，刚刚 B 公司的产品放在上面，但事实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目前呢，各位都会把这些影片啊、素材啦、啊，哦，也许很多人就直接把它放在我的笔记本里面，然后放在 Mac 里面。但是事实上，这并不是一个好的概念。为什么？其实有三个最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各位想看哦，像今天各位的系统，最近刚那个 Apple 又有新的那个 OS 跑出来了，比如三思啊等等之类的，你的作业系统是不断的在更新，甚至你的电脑哦，苹果最希望你最好两年就换一次新的电脑哦，你的电脑也不断的在更新。那再如果说你把所有的影片啊、素材啊都是放在里面，事实上会造成很多隐私风险。比如你系统在做 upgrade、在做升级的时候啊，也许会造成一些你没有办法预期的一些东西。所以正确的概念呢，您应该是把你这些图片啊、素材啊放在一个外接的存储里面，当然不一定要放 Visa， 您喜欢请大家也是可以。但是正确的概念应该是放在一个外接的存储设备里面，这样子的好处是。今天呢，不管我的系统哦，比如说我换了，甚至我换了 Windows 的平台哦，甚至我用其他系统，我一样都可以去编辑这些原始的素材，我也不会对这些素材造成一些损毁哦，这是第一个重要概念。第二个呢，各位可以想象，像我们证券在做很多，可能是用像苹果的 MacBook Air 啊，哦，或者是像再来之后的笔记本 Windows 那边会有所谓的像 Ultrabook 那些，它们里面呢都是用的 SSD 啊、哦。那根据我的认知啊 ，SSD 呢，它有个它快是快。它有最大的缺点，事实上，您的资料如果是在 SSD 里面，一旦损毁是很难很难去救回来的，不像一般硬盘，甚至你摔到地上啊，很多，比如说你有些损毁，你还可以是借用很多的一些计算方式去把它取回来。但是如果你是 SSD， 因为它都是用电的一些模式，所以一旦有些东西损毁，你的资料几乎是很难救回来的。那但是呢 ，SSD 今天越来越普及了，因为像各位的电脑啊里面，越来越多人在使用 SSD 这样的东西。所以呢，如果你把你的资料都放在里面，万一很不幸哦，大家都不希望，但是你也不晓得哪一天会不会有什么意外。如果损毁的话，你的资料是很难去救回来的。这是第二个蛮重要的概念，也是今天虽然大家想用 SSD 带来便利性啊，但是也不要忽略它所潜在的一个风险。那第三点呢，各位可以想象，今天我放在外界的存储里面，尤其像以前各位可能用一些火线啊，那比如像今年一些新的技术所谓的 Thunderbolt。它都提供非常大的频宽，它的频宽甚至远远大于你把素材放在笔记本去编辑的频宽。哦，那为什么？事实上，各位看下一张图，哈、哦，给各位看一下。事实上呢，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图，就是说，我上面列了几个大概简单的一个模式，像刚才我们也讲到，像 Boris 啊等等之类的。那它呢，到底需要多少的频宽去做这个影片去做个编辑？各位可以从这边简单看出来。那像我们前面所讲的一些5D图啊，这种单反所拍出来，大概是落在这个范围啊。那如果你再往高端的上面去走，当然它就需要更大的一个频宽去做这些影片的编辑。那这边事实上，这个只是一个图层啊。比如说我今天我要做一些特效啊，我有两三段影片想要把它结合在一起，我需要的频宽呢，也许就是在2倍到3倍。好，那为什么？所以是说，您可以选择您针对您有不同的影片诉求呢？您呢就可以去选择一些不同的存储装备，比如说呢，像一般的学生啊，大家预算有限嘛，实际上市面上蛮多火线的产品的存储装备，相对价格也相对低啊、哦，那你就可以使用这样去做一些简单的最基本的编辑。那如果你是稍微高端一点的，比如像一些 SOHO 啦，比如说需要比较高端的设备呢，也
也许你就可以考虑一下雷电的一些存储装置，去协助你做一些比较进阶的编辑。那当然了，如果你今天是在一个制片公司里面，或者说上好几十个人，好，那您就要去找一些专家来帮您做一些协助。那当然，您就会需要像这种所谓的走光纤盘啊等等之类的。所以最重要的是选择适合你自己的存储装置，并不是说贵就好，重点是它真的能够帮助你去做到你想要的这些工作，这是最重要的。那这里也让各位知道一个蛮重要的，各位可能都觉得说，哦，我今天只要是用雷电的接口，它的速度就是很快。事实上是这样子啊。来，最后一个问题啊，请说，是吗？不是，为什么？标准参数。雷电测试必须要那个车况的是没加精密。是是是是。啊，其实你是台湾人，那你不可以先签的，我就要反映，我这个待会发给大陆的，好吧？不是，他讲对了。事实上有个很重要的概念，各位为什么很多现在你可以看，大概讲一讲，上市有蛮多家厂牌讲，他们都要卖雷电产品。那事实上，雷电的传输速度，它是个大水管哦，比方就可以到达十兆这样的传输率。但是各位不要忘记哦，您的硬碟会影响到你的传输速率。比如说好了，我今天只有一个单颗硬碟，它的传输率一些限制，也许就在100多 Mbps 这样子。那但是呢，当我有两颗的时候，会有什么事情呢？我可以把我的资料切成两等份，同时我平行写到两个硬盘里面，所以你可以想象速度也许就要是两倍的速度。那当我有越来越多硬盘的时候呢，表示我的写入速度是越快，因为我可以把我的档案和底片切成更多等份，然后同时我把它写到不同硬盘里面去。这个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雷电的一些产品，或者说你在做一些像影片编辑的，它通常会跟这种所谓的 RAID 就是磁碟阵列这样的存储装置会放在一起。因为这样才能够真正去释放雷电产品，它的一个所谓的效果。或者说实在的，要是说你只有一个硬盘或两个硬盘，我会建议说是让你买个 USB 3.0 的盘就可以了，那么便宜干嘛花这么多钱去买雷电的接口，是吧？好，所以就说对这些影片工作者，各位不要忘记硬盘的数量，它会影响到你的传输速率。那这边就是一个数据，就是我们那个雷电产品的大概的速度，让你大概可以做个参考。好，比如说这样的产品，它可以做到怎样的阶段？那事实上，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影音编辑可以由小到大，小是什么？就像各位在做的，可是个人工作室，包括像今天很多人，他可能看很多朋友，他们好像都有自己做一些 app 等等之类，那可能视频里面也会产生一些像素材等等之类啊。所以呢，你可以由最小型的啊，比如说我就是一台所谓的单机，我就是一台电脑加三个储存或者雷电之类的产品。我就可以做很多一些基本的一些影像编辑等等之类的。但是呢，比如说你开始赚大钱了，像刚刚很多人，我想现在跟老师谈完之后，应该有不错的一些生意啊。那开始你赚大钱了，那你会发现，我一个人没有办法负荷这么大的工作量，我开始需要找我的朋友啊，加入我的公司，我开始需要做一些多工的编辑，大概开始细分工作项目啊。那呢，我也许就会需要一个比较大的平台，那甚至呢，我可能就用类似像一些所谓的 Slack 啦，它让你可以多工多人同时去做这样的影片编辑，是。所以呢，事实上，以雷电它这个产品最大的好处就是说，它有非常大的弹性。一开始你没有预算，你可以做个单机作业，但是将来你有需要的时候，你是可以很快把它衔接上去，中间不会有任何一些断掉啊等等之类，这样有最大的好处。那包括像每个雷电的接口呢，它可以让你串一个设备，包括说上面用 server 啊，它可以让你做一个完整的一个解决方案。那事实上，最后也不算最后，接近尾声。那各位知道，那各位觉得一台那款相机大概多少钱？大概三，各位在座的有没有知道？大概多少钱？那个礼物大概欠着他可以去方便的摊位跟我买，我来买到准备其他的来，请说。现在一般的话，价位在7000-8000左右。哇，是啊是啊，所以我想在座各位应该都有机会。可以买得起，礼物给你。那待会还是有礼物，不过因为现场发完，可以到旁边的摊位上去看一下，那我这样会把那些礼品给你。谢谢。是啊，那就像你讲的，那当然了，这个很多人，他除了买相机之外，我想各位都跟我一样，买相机之外呢，就上网去搜寻，哇，他用什么镜头，我也想用什么镜头，然后呢，我又买下去，那个可能就是很大一笔钱。那当然，你需要一些剪辑设备啊等等之类的。这些都是你花钱买到的东西，没错吧？只要你有钱，这些东西你都买得到。
但是有些东西，像我刚才看的那些影片呢，就回忆啊，你一生也许大多数人啊，一生就结婚那么一次嘛，哈。那很多东西你拍完之后啊，也许你今年看，明年看，但是这些东西市场它是最无价的，这个也是各位最应该去保存下来的啊。不然你想看，你花再多的钱，花再多的投资，一年后、两年后东西没了，那你那些投资也没人看得到啊。事实上，只有你的回忆，这个是最无价的。也是我一直希望跟各位说，今天不管你花再多的钱，做再好的电影呢，事实上这些回忆是最重要的。如果你保存这些回忆啊，也希望说各位可以好好想想这个问题。那事实上今天的介绍我很快就到这边。那最后呢，一个问题，那各位有谁有听过 Promise 的，请举手。哎呀，都没听过，那刚刚好，这就是我来这边的目的啊，没听过的。事实上呢，几个简单介绍。事实上呢 ，Promise 呢，我们已经在推出这个电影已经超过24年了。那公司是在美国西谷那边成立啊。那事实上，以一些存储装置来讲，是在全世界大概以这个 label 来讲，大概是在全世界在第4名。那事实上，各位，我想各位知道，像我跟苹果啦、跟索尼啊，跟很多的一些国际大厂都有很深 的合作关系。尤其各位知道 AMD 的 CPU 吗 ？AMD 啊，那个 CPU Intel 的另外一家 AMD， 它里面用的那些 RAID 的软体都是 Promise 授权给它的啊。所以各位知道，事实上 Promise 已经很久了。不过以前我们总是躲在人家后面啊，因为做这种存储的要低调一点，我们都躲在人家后面。但是这几年呢，因为我们开始做很多自己的品牌、自己的系统啊。所以我们也慢慢向前走，各位陆续看到更多的一些系统产品出现在上面。那我们也是跟苹果公司合作，在去年时候推出全球第一款就是所有雷电产品的那个外接存储装置啊。那包括像今年各位都有看 WWDC 啊，我们也是唯一有被苹果提及的啊，所以被了 J2。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到我们展会上去看一下。好，那现在刚好是奥运，我知道中国今年目前的奖牌数都是第一名啊，恭喜大家耶。那这个呢，事实上去年在北京奥运就是在这个场地，很多里面高清用的一些存储、一些装备啊，在转播呢，事实上背后都是 Promise 的一个存储装置在后面啊，在那搞清。那你看它这个转播呢，它是一个高清转播，同时有30多部的 Macro 在运作，然后有超过50部的一些 Final Cut 的 Editing， 它同时在做一些影像编辑，然后及时传输出去。所以各位都知道，像这种做一些线控的 Live 转播。你的存储装置可是非常重要，你要是某些地方断掉等等之类，造成高清那个有一些转播中断哦，我那个后面的问题可大了啊。所以事实上方面就是我们一直在这些领域上在做一些幕后的一些工作。那这是刚好这是在 Macworld 就是这个我们的 J2 啊，有得到一个 Best Choice 在这个展览上。那欢迎如果这是一个雷电的产品啊，它不需要外接电影就可以直接使用。好，那这样的产品就是特别适合一些像一些媒体记者啊，我在外面比如说做个采访啊，我要紧急一些影片，并往马上上传，我就可以用这样的高速的存储装置啊，还可以可携带性，编辑完之后马上上传啊，到我的公司来给我的朋友啊。好，那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我是天干公司的曹国荣。那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没关系，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待会有问题的话，我们在后面大家再私下聊一下。好，谢谢各位。